上级。我感觉我今天肯定会蹲了。好，你不抓我还不开心？我肯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。找不到回家路，叫滴滴不就行了吗？代驾，你跟他讲一下家在哪里。你今天把我抓了，那个交警队我赞助两辆公务车。我说到做到，我们交警队不需要你赞助，我要赞助啊，我乐意。今天要吹不出这价，我看不起你。我给你们发红包，你们过年辛苦了。好，你这喝得一塌糊涂了，我真服了你了。那个卡上有20万，密码是说20万、30万，不能让别人帮我。有钱，哦耶！这个东西含在嘴里，一口气吹5秒钟。你放心，我保证很专业。哎，对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每100毫升里面有109毫克了，哎，这就等于达到醉酒后驾。真假？安全员拘留的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啊、我想大手套。来，我们到你车子旁边拍个照片。啊，去吧。